背着一包，从往前窜，就这样猛连续的，这叫嘚瑟，赶鸭子吃饭了，就是简单版的，还有升级版的。嗯，你出彩，展翅高飞。小鸭是四川人吧？四川是变成，不是变成吗？你可瞅瞅。哎呦，我们四川人把舌头卷起来就咕咚一了，你还喊我做猴鼻音？好啊。觉得辣椒不错哈，那就先把这个锅端走，小火煸。当你把花椒，让它成为主角的时候，它给你的这个绽放，太让你惊喜了。哎，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哎呀，欢迎收看《回家吃饭》这档节目。这档节目的话，我告诉你太棒了。哎，过去有句话呢，叫“妈妈喊你回家去吃饭”，现在是谁喊你呢？太太乐喊你，也就是太太让你回去吃饭，你还不吃饭？你难道要在哪儿野吗？ 爸爸妈妈要是不陪伴你的话，你埋怨他们吗？这个事情你理解吗？今天我还就给你带来一个，哎呀，盐包鳜鱼，吃过吗？听都没听说过吧？我跟你说，这道鱼它首先一二三四五六七，五四三六三二一，因此不过但是话是说回来了，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我告诉你，是真是假，是骡子是马，拿上来遛一遛。 掌声鼓励一下啊！您跟这儿遛的不错呀。哎呦，这谁呀？这位朋友，您是多年不见，您长了长了高个儿啊！您这自信心爆棚啊！那必须的呀！给我们留口饭吃。哎呦，那必你都上这儿接棒了，我上哪儿去啊？这全是饭呀！哎，我跟你说，真的，今天呢特别高兴，我跟你说。 看出排位来了吗？看出位置来了吗？我告诉你，煮咖永远在这边，副咖必咖永远在解一边。来来来来，朋友们，朋友们，还个位置。你在那边，你在那边。开玩笑，今天呢我是主厨，不是主持。你这是要干嘛呀？我知道你今天一天没吃饭，此刻吧，有点饿。我们现在对我们的嘉宾有一个硬性的要求，就是必须要不吃饭来做饭，这样吧，才是有一颗特别期待食物好吃的心。我跟你说，这道鱼啊，你看着多简单，你要啥来着？我要刀。它这个鱼，它厉害在哪儿啊？里面刚才简单，这是一条功夫鱼。 它必须呢要用盐搓完了以后的话，浸泡24个小时，那也就是呢一天的时间。也就是说，这是一条昨天的鱼。哎，这是一条昨天的。然后呢，今天呢哈呢，把它这个昨天腌的水啊给它去掉，然后再把这个鱼呢放在这儿。完了一会儿，我给你拿个胶布来，你先把嘴贴上，然后动手。哎，吃你一条鱼真的得。 我跟你说，鱼做的不好，关键在烘头。做一条昨天的鱼，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好嘞，切完了以后呢，很简单，是吧？我们那个葱呢，在什么地方？你在家做饭吗？我在家做呀。是吗？哎呦，那你在家做饭也这么多话呀？我在家做饭的话，我自言自语啊，我。然后就把它给塞在里面就行了。回家吃饭第一次出现了，就是把。 鱼打了花刀之后塞的是葱花儿，对，这个就是好比那葱段儿吧更入味儿。没错，而且吧，这别人不这么做。此刻我对这条鱼真的很期待，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发现用葱花塞在鱼。对呀，那我得给你上蒸锅吧？哎，上蒸锅。不是，小丫，哎，干嘛？你看你那锅跟这鱼，好家伙！ 你看是不是？那就是等于是啊，说句实话，咱家最大锅30的腰围就直接给
2米的腰桂川，好，人家一你说这厨艺不咋，把对锅还挺多要求。必须的，我嘿没见过什么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对吧？你看看，吃饭这个你要是真能吃好，成吗？我给你先把水做着啊。好嘞，菜也要垫在底下蒸。这个菜是无用。嗯，好，你干嘛呢？ 我不能跟你接话，要不然你又忘了你要蒸鱼了。小心看啊！多少分钟？12分钟就行了。这条鱼大哦。这条鱼大的话呢，反正不熟，再接着蒸呗。这条鱼是昨天的哦。昨天的话没事，哪就是昨天的，它不是死得更透吗？接下来的话呢，咱俩就是他一边蒸的，咱聊个10块钱的。这样吧，你接受一下我的访问啊。 啊，为什么今天要给我们做这道鱼？这道鱼虽然用24个小时了啊，第一个简单，第二个它下饭，它咸呢，是不是？那么那你的意思就是12分钟之后把这个鱼拿出来，把这个饭端上去，啊，激活吗？其实呢，哎，这谁啊？干嚼啊！这是你做饭，你自己让你自己干嚼的啊！哎，你还别说，我一看这个，我还真想起来一个事儿，小的时候不是蒸这个叫爆腌鱼。 小的时候吃的实际上叫咸鱼，就是您今天呢要做一个小时候吃过的咸鱼和饭。哎呀，是这意思吗？你真不愧为是好主持人，概括总结的这个好，这个鱼蒸好了，这饭怎么处理啊？这个饭的话呢，其实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了。小的时候吃的一种就叫泡饭。嗯，泡饭呢，现在我们在餐馆里吃的泡饭，那都是改良升级版。小的时候泡饭就是这个泡饭。 就等于是呢，把它给剁成一半。您小时候的童年是在哪儿度过的？我小的时候童年，因为我是等于是，祖籍呢是河北，然后生在河南，然后长在安徽合肥，然后呢到北京读书啊，然后就有了今天。您最初登上舞台的时候，您的身份是一个摇滚歌手。 摇滚歌手也谈不上，就是组乐队。乐队呢，当时我还不会，因为我是搞古典音乐，我在音乐学院学的是 cello， 就是大提琴。我到乐队我不就他用不上啊？咋用不上啊？用不上。后来那我说我能唱吗？你就唱。哎，我们正好缺一主唱，那你就唱呗。然后唱了以后就组了一个乐队，名字特别逗。现在也没怎么红，当时呢也没怎么倒。所以有的人起名字呀太重要了，不是说迷信，叫不倒翁。 就你们乐队叫不倒翁，不倒翁到现在这些人还在歌厅啊 ，party 里边弹吉他，都快成老头了。那你怎么离开了呢？后来我就唱歌啊，唱歌以后呢，后来人就说，那你就录唱片吧。录完唱片以后，哟，发行量不错呀。 时间到了，时间到了是吧？哎呦，整整12分。哎呀，你确定这12分足够了吗？那条鱼比较大哦。那这样吧，我们就算12分，再补5分。好，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所有的节目呢都是原封原样的啊，12+5等于几？12+5等于7。对，好，再等5分钟。不是等于十七啊，少个零儿啊。我盯不住了，我先吃会儿了啊，这不都有咸菜吗？小的时候这都好东西呢。 哎呀，当当当当，好嘞，哎呀，小心点！哎呦，这鱼汤都倒了，干嘛呢？我就吃鱼。蒸鱼那鱼汤是最好吃的，你不会因为你端不出来你就把鱼汤倒了吧？这个鱼汤它基本上就是说跟鱼啊。 它就没什么关系了，它不是那个清蒸鱼，啊，比如油请鱼，它有的时候它吃到最后，就是你这是咸鱼，昨天的鱼，所以这鱼汤就不用了。对呀，这个太不对，我觉得你是为了拿不出来，显得你那个不专业，你索性把鱼汤给倒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在家里自己蒸鱼呢，我们还是建议你这个鱼汤得留着，因为鱼汤嘛，它是鱼的精华。 当然，孙老师啊，这个手比较细皮嫩肉，不是因为是，不是，就你就放在这儿吧，好吧，好嘞，那我们就，就我让我吃会儿再聊行吗？啊，就这个鱼就开始下饭了。啊，对对对对对。
你一般都吃鱼头还是鱼尾啊？我就随便，无所谓。啊，先给你一片。有人喜欢吃鱼尾，是吧？哎呦，这鱼真不错，这是我做的吗？哎呀，你就是把那汁儿扔了，那汁儿特别好，要是这会儿蘸一点吧，特好吃。因为我怕太咸。我尝尝啊，这你的。这条鱼是昨天的鱼，嗯，由于昨天给它码了味儿，把盐啊什么都码了，在冰箱里放了一整天，对，所以它有一点介于新鲜鱼和咸鱼之间的那个很模糊的概念。哎，对呀，啊，所以它配泡饭呢，对吧？它这个水就是洗它那个，而且的话，你吃到深处的时候它是咸鱼，不是，它是鲜鱼。你吃到浅处的时候呢，它又是鲜鱼。好了，好，你觉得辣椒不错哈，那就先把这个锅端走。哦，我已经从主持沦落回打下杂，不是打杂的了。好，好嘞，哎，吃土豆吗？吃啊。你看我们刚才说这个味字啊，是带有对家乡、对家味的记忆。对啊，你这个土豆要干嘛呀？是要拍卡通片吗？好看吧？你这个太好看，哪能看出来土豆整个一小柠檬啊？如果让我在土豆和柠檬当中选择，我一定选择柠檬土豆。哎，你知道我们老家呀，土豆啊不叫土豆，比较洋气的，我们叫洋芋。哦，洋芋。嗯。你是接下来要做这道菜的话，有几个工序啊？锅先热着。对。桂皮。嗯。八角。哇，这料够冲的。香叶。嗯。三个。嗯。入锅。嗯。真是。花椒。花椒特别好，四川人，这叫麻椒，鲜花椒，不对，这叫麻椒，嗯，没有了，小火煸，煸到什么份儿呢？要让它感觉有一点糊，但是又没有糊，因为糊了不是就吃的不好吗？嗯，直接把这个油，嗯，和这些花椒啊、香料啊。这个土豆呢，需要改个刀，要给它切成一个像滚刀一样的斜面，哎，这样它就更入味儿。嗯嗯嗯。点火。哦，点火。这会儿啊，就着这个锅，哎，热气儿。热气儿。哎。我小时候啊，特别爱吃土豆，因为土豆和荞麦是我老家的主食。嗯嗯。我们小时候土豆不是当菜的，可是你的家乡不盛产土豆啊？盛产土豆啊，土豆不是都是东北啊这边？哎呦，我们老家土豆可好了。那你们在哪种呢？地里啊。地里你们没有地啊？我们怎么没有地啊？你不是我们那个地方辽阔的大山不是地吗？你那个地都是梯田呀，你种它你吃什么粮食啊？这就是我们的粮食啊。哦，你就不种米啊面的了，你就是把土豆当成菜油，当成主食了，所以呢，那个层层梯田上全是土豆。你不说没有肉的味道吗？你剩的这个，我给你放进来。哎呦，那是咸肉，炒菜。你来。哦，好。哦，这时候还要倒是吧？就是要把这些佐料啊。倒碎了，倒进来。好，那还有好多在里面呢，是不是要拿点水给它？不用了，不用和了。嗯，就这么多就够了，是吧？对。好嘞。你特爱吃小咸菜是吧？小咸菜可以。加一点点。哎，好。这个蚝油啊，我小时候我们家是没有蚝油的啊。对对对对。但是大了之后，我发现土豆里头放一点蚝油特别好。哎呦，这个真是方便又便捷，这个是真好，而且就是一道菜了啊。我没放辣椒，因为我觉得辣椒和花椒啊要分开使用，让花椒呢不要再当配角。当你把花椒让它成为主角的时候，它给你的这个绽放太让你惊喜了。哦，麻辣麻辣实际上是分开的是吧？对，而且麻在前头嘛，没有说辣麻辣麻的，都是麻辣麻辣。这个麻呀我们以前忽略了，而且花椒对身体特别好，它能让你就是特别的气特别顺。嗯，好了，我再把你用剩的小葱。哦，是这个时候放葱。
它就是要那个脆，就是要脆一点，不要不是那种面的啊。嘿，我这一吃的话，当成别的菜了，吃不出土豆的味儿了啊，好像是一种新菜。麻怎么样？接受吗？不错。你闭着眼睛，你让那个花椒带着你飞翔，你去找那个飞翔的感觉。我就爱吃这个，你看吧，人就是不一样。我刚才吃你做的那个鱼吧，对，我觉得好吃。对，但是说实在的，没有我做的土豆好吃。啊，一般人。这个不是说厨艺有多么的高啊，而是说你自己做的菜呢，就是你自己爱吃的那口。我就经常是要在自己家里啊，我要给自己做个菜。我觉得自己所有的这个情感都在里头。好。比如说我看着这盘土豆，我就想起了我们老家的彝族人啊，我就想起了我们小时候的一些小朋友玩伴啊，我又想起了冬天下雪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饭啊，它不光是饭，它有自己的情感在里面。对，它就有很多那种哎，就像音乐似的，是吧？它打开了你的记忆的开关。对，虽然是一道菜，但是呢，所有的东西是一种回忆。哎，你刚才说音乐，后来你怎么不唱了呢？后来也没不唱，就是陆陆续续的。也在唱也没在唱啊，就是这样子的话呢，让自己的歌声呢，有可能呢，现在给自己唱的时间就更多了，就是把音乐变成了自己的生活了。哎，就是变成了一种，因为我们原来那么忙，或者是就变成一种职业啊，终于又回到了那个哦，我是因为喜欢而做的这个。美食有鲜味，生活更有味儿。太太乐调味品喊你回家吃饭，想见见老朋友吗？老朋友，在这见老朋友，哇。你的这位老朋友之前来过我们这里，在这儿玩嗨了，玩嗨了。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好像生活总是这么很神奇。对，他来也是用了这口大蒸锅，也是蒸了一条鱼。真的假的呀？真的，这就是你们前世注定的缘分啊。喝倒水。填肚肚里。二。Be a man，成为男子汉，而且是纯天然，好，可以尝了。哎呀，终于可以尝了。哎呀，它这个鱼呢，倒是呢，所有的跟我的款式都很像，但是味道和做法还是有区别的。他做的这条鱼叫什么来着？你问他吧。啊，好，我们把他请上来行不行？哦，他今天还来了。开门，迎客。哎呀，你好，哇，大神猪，大大好。哎，大神猪，哎呀，姐。天气不错，做了很多好菜，但是我非常喜欢吃这个菜，里边有味道，有心事，有回忆。看一个人，所有的肘子全吃光了。我来打个下手吧。大神猪，你这已经是主厨了，老北京的老字号里头才能吃着的那个。而且是我们小时候就只敢想的东西。厨房已经整理干净了，哎，就等待着我们的嘉宾上场。哦，哪一位呢？哇！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秦勇老师和大珍珠。哎呦，大珍珠不是秦勇他小孩吗？秦勇，对呀，你看看。哎，是我那哥们秦琪他弟弟吗？没错。哎呀，你好，哇，大珍珠，大大好。哎，那是小姐，哎，来，哎呀，你的世界没有颜色，在你的世界。听不到我的歌，吉他也带来了啊！哎呦，吉他带来了，吃高兴了，可以唱。今儿啊，他这地儿啊，还真是自带混响。嗨，吃饭喽！吃饭喽！吃饭喽！你看，大的动了，啥你没死真的。好嘞，你看我们这厨房。就跟充满了歌声。今天天气不错，做了很多好菜，但是我非常喜欢吃这个菜，里边有味道，有心事，有回忆。Yeah, come on, yeah, yeah, yeah。我12岁的时候，第一次听他唱歌，已经把我给惊着了。请重现一下，我12岁那年，我唱的《我的中国心》。甚至在我梦里。走过一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
在我心中重千斤。娘亲，哎呀，哎呀，真的，哎，你唱这么多年歌，在厨房唱的，哎，第一次，我真的，你们定住啊，我要给拍一个照片。我觉得当吉他旁边有一篮菜的时候，真的好美啊！哎呀，来，以后，哎，来来来来。生活好了，不仅有肉，还有酒。哎呦，这厉害了！嗯、能喝吗？能。来，这谁还真是有心人呐？这酒味道不错。嗨、哎、呀，真的，好吧。生活好了、哎，我们就要珍惜这美好的生活。我感觉你俩现在吧，还是有一点很相似，都是非常好的、非常优秀的奶爸啊。你们都成名很早。但是现在能这么样回归家庭，做一个好父亲、嗯，其实内心也有过挣扎。你想，年轻人，我刚才那一段发狂的时候，喜欢的音乐啊 ，Beatles 啊 ，Rolling Stone 啊，其实呢，我就特别喜欢一句话：快乐不是喜乐，喜乐里边涵盖着快乐。哎，你说到这个，我就想起了秦勇老师和大珍珠有一年去开车去旅行，然后就唱了一首歌哈，别买。对，我觉得那个就是把所有的一切都变得简单。自己陪伴小孩吧，是一特快乐的事儿，这是第一。第二，小孩呢倒过来呢，又教了你很多做父亲的道理。这倒是。其实我们原来都说我忙啊，我这那的，我这是火呀，我。结果呢？哎，其实这个陪伴的过程，你知道他一点一点的长大，往往这种生活的真谛啊，在这里找到了、发现了，并因此。而快乐的享受着。喂，好父亲。好好好好好。那个披露一下啊，你这个大的，他是只吃肉，只吃肉。只要一到周末，当当当一敲门，我妈都知道了。哎呀，那孙大个又来了吧？肯定是他。哎呦，闻见我们家的肉了。他一个人所有的肘子全吃光了。奶奶那会儿多不容易啊！是不是啊，对呀、啊，那会儿才一个月才40多块钱工资，孙大个儿就给吃过一半。对呀、啊，像我们日子这么好、啊，是吧？他为什么还要吃那么多肉？小时候的味道吗？对，永远记得。他吃的是肉，他到心里面他就俩字儿：回忆。今天做的菜就是咱们小时候北京吃的老北京烤肉，你帮忙啊。你给我倒一个蒜汁儿，行，先倒蒜还是先倒姜啊？都行，都我跟你同时倒。这个姜啊，它有筋，所以有些时候倒的时候切。谢谢小丫姐，不客气。这是纯手工倒吧？你看，孙叔啊，大珍珠有匠人精神。对对对，很认真，很量尺啊，盐少许，花椒面。好，大珍珠，我帮你来两下。我要的东西全有。好了，剩下的我打。这个叫什么名字来着？这个叫老北京烤肉。老北京的老字号里头才能吃着的那个。而且是我们小时候就只敢想的东西。好香啊，大珍珠，你做的这个。哎，我告诉你一个办法，怎么让它快出汁儿啊？放点盐。那汁儿就被杀出来了。没错，哎呦，哎呦，大珍珠有文化，偷学了啊！过来，小丫姐，我再试试。酱油在这儿。富王，你看我这倒的合格不？我觉得挺好的。酱油来点。就最喜欢这样的厨房了，有音乐，带有自己家味道的拿手菜，还有大珍珠这样特别认真的小帮手。哎呀，这个美味是多么值得期待呀！哎，这石臼，我帮你抱着。这石臼还挺重。基本上就可以起锅了啊。好了，小丫姐，太棒了。这个叫珍珠蘸汁行不行？行。名字行。油温70度。使劲，快！哎，行了，果断！哎，好了，咱给我呼进去。漂亮，漂亮！哎，好嘞。你看它现在是红的吧？对，所有的红的刚刚变白。哎，
我们就可以第一步骤就完成了，那迅速关火。关火呀，没熟呢。那你别着急，还有好几道呢。对，最主要把它的那个水呀、汁儿啊全都逼出来。嗯，大火，关火，大火。那你把那个汁儿剩下来怎么办？倒掉。哦，这个汁儿不要了。好，大火，把这水给烫干啊！哎呦，还有这么一招啊！这小丫这个特别专业，干煸葱白。嗯，这我来煸一下试试。嗯，我还头一回吃这爸娃娃家的菜。我们老家就有一个习俗哈，就是说，就这种每个人都来过家家弄一下的菜是最好吃的哦，就等于每个人的那个味道都在，对对对，哪怕是演砸了，也是每个人的期待更多。对，这就拐弯了，对吧？那你这个肉再往里放，不就老了吗？要的就是那干劲儿。哦，牛肉干那个嚼劲。那不，父王，那不就成了蒙古的牛肉干了吗？全是硬货，来。浇汁儿，一半一半。哦 ，OK， 好，没事，多多益善。我们口重。去拿个漂亮的盘儿。老北京烤肉得嘞。哦。出锅了。点叶子。就是叶子。很期待吧？咱赶紧发筷子。好。谢谢。这就是传说的。老北京烤肉，挺好吃啊，好吗？你尝尝，不错，还挺嫩的，很嫩，哎呀，我觉得接下来要做菜的这个人啊，应该很有压力啊。你孙叔叔，哎呦，干了这杯酒，来。献上你的厨艺啊！好，跟往事干杯啊！我待会儿那歌唱的也好，我模仿最像的是当年日本一个歌手叫谷村新司，他唱了一首歌叫 Star， 英文叫 Star， 日语就叫卯，我不知道卯，这新的意思好像。你完整的模仿一下谷村新司吗？哎呦，这是真的台级的。好，那麦你帮我，我本来想拿一麦。目を閉じて何も見えず悲しくて目を開ければ桃屋にも会う道より他に身を埋めて散る雨を足立よせめてひそやかにこの身を照らせよ頬のままで我は行くさらばスバルよわー唱得太好听了太好听了你真有品味这个接下来，总算又要到了考验我的时候。好，接下来的话呢，给大家做一道呢，就是说呢，香煎牛排，啊，好吧，调料什么的都还在吗？来，这是你要的，叫做什么来着？那个特高级的酒，特洋的那个白兰地。这是白兰地。白兰地的话，黄油在这，咸黄油。你在买的时候抹面包的时候呢，最好买淡黄油，因为你有可能要抹果酱啊，或者是自己呢放一些咸的东西。一般来讲呢，它的咸黄油呢就是给你做菜用的，好吧？我们今天呢，我说一下，很多人肯定啊，长时间做牛排的人，他会跟我的意见相左，就是说，你看你既不浸也不泡，也不腌一会儿，是吧？那我要吃的是什么原味儿？
现在咱们撸串的最高境界，肉是什么味儿，你吃的就是什么味儿。这一点火了，我来看火。那你来吧，我们两个合作吧，好吧。接下来这道菜的话，那你的意思演砸了都是人家大珍珠，没有，演砸了算我的。嗯，演好了算大珍珠的。演好了。好嘞。啊，好，啊好，来。那这个菜它确实跟我关系不大了，离我越远越远。什么时候放？这玩意儿现在。那我来放，我来打个下手吧，我来打个下手吧。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现在放一点，等起锅的时候还要放啊。哎，大珍珠可以翻面了。翻面啊？对。好，这是盐是吧？这是胡椒。胡椒。我的迷迭香，哎呀，是这个呀。新鲜的啊？你要就不是你要那个干的？对对对对对，我要那个叶儿。算了，这样吧，好嘞。好，你要是如果没有把握，你怎么办呢？你拿个刀从中间划一下，你看一下它的肉色儿。哎，它好的牛肉呢，它到时候它这个肉色儿一出来，你就知道它几分厚了，好吧？然后，你看，哎呦，哦，还带着血呢。对，像这个就不行，像这现在的也就到一，我们要吃五。知道了，嗯，这煎好，会不会要把这个火调大一点啊？火大呢，就是油烟的味儿重。哦，那我们还是小一点。哎，时间长一点。他有的人喜欢吃那个外边那个连糊的带那个劲儿，里边又是生的。可是我，因为哎呦，大珍珠翻的真好。嗯，找一个适中的。哎，这黄油味出来了。没事，你黄油你到时候倒的时候你不用它，对吧？嗯，你爸跟你孙叔做菜都有一个习惯，就是把汤汁不要的，这个油汁也不要，那是因为你奶奶就这么做菜。嗯。哎呀，小的时候穷啊，这点油汁的话够我抹一个礼拜的嘴出去。到我们家今天中午又吃肉了，真的不容易。哎呦，那时候穿衬衫穿假领子，真的买不起啊，真是哈。哎呀，真的。生活变化还是好大的。我跟你说，真的，你要感谢生活呀，真的，你要感谢，你真的，你要怀着感恩的心，你永远会满足的。你要总是在，就没劲了，对吧？没错。你看多好啊！啊，这样行了吧？行了，行了，行了，可以了。关了。哎，你好嘞，好。你看，能切开，对于我来说要求就行了。大珍珠，哎，大珍珠，这是大珍珠的作品。嗯，哎呀，联合出品，哎，哎呀，我的，太棒了！大珍珠，你说爸爸做的炒烤肉好吃，还是孙叔做的这个好吃？都好吃。哎呦，大珍珠，你做的真好。今天这个牛排是大珍珠和孙叔叔合作的，对吧？对。美食有鲜味，生活更有味儿。太太的调味品喊你回家自己做牛排，好好吃啊。他有时背着一包我往前窜，就这样蹦，连续的，这叫嘚瑟，让你嘚瑟一回。赶要会吃饭了，这是简单版的，还有升级版的。耶，出彩！下面该干什么了？干啥都行。展翅高飞。牛排、蒸鱼、烤肉，让我们在这里彼此的就更加进一步的了解了你我，就觉得有一首歌吧，特别的贴切，适合哎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很就是现在要年轻人讲的话就是很搭，哎，这首歌呢就是跟往事干杯，是吧？那我们最后呢？也是希望最后一道大餐就是借小鸭这块呢风水宝地，我们在这里一起呢跟往事干杯，把幸福的留下，把那些不如意的随着我们杯中的酒就让它烟消云散吧。干杯，好吧，好，和往事干杯。做了许多事，你是不是觉得累？这样的心情你我早晚有机会，也许是被人伤了心，也许是无人可了解。现在的你让我们喝一杯，唱。
人生际遇就像酒，有的苦，有的烈，也许的日子没有我，这样的心情会体会。干杯，朋友，就让那一切成流水，把那往事，把那往事当作一场宿醉。跟往事干。